这上期我用光了家里所有的材料，终于制作出了扭曲套装。有了这身套装，我们终于可以跟末影人正面对抗了。哥几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哎，什么鬼啊，怎么没一个人理我啊？那你说不开心了？好，你说呀，你说呀，我们在这。咱们游戏阶段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了。哎，好耶，好耶，好耶，好好好耶，摆烂是吧？我有。行，先看一下，我觉得吧，接下来得着重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董事长。对，来，董事长，干嘛？我来采访你。采访我什么啊？我是干嘛？我们的董事长呢？这个什么自动刷时机？那天晚上我。马这个陪着他接近四个小时研究出来的这一套那个全自动的原始刷时机，对吧？研究出来呢，它的那个效率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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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对吧？不用说了，好吧，我这人很低调的，你就不用给小伙伴们说了。来，马这个电摇他。我觉得我应该着重的说一下这个产量，每秒高达大家仔细看，干嘛？在下面，不要看上面箱子，下面箱子，哥们，还不是一样吗？你看一秒两块了又。有进步有进步，真棒真棒，我给你点个赞。来，我看看怎么事儿。就你这个破机器，要我说呀，都不太好玩，真的。好了，咱们废话不多说，咱们这期的发展目标，首先把那个家具模组做出来了，因为家具模组做出来什么鬼，加进来了。家具模组它里面有一个电栅栏，可以让咱们前期过渡。当然咱们这期的话还得再做那个重甲套装的话，咱们得去狩猎那个长臂猿。对，长臂猿，对，是的，长臂猿。那马子哥来，让我狩猎你一下。哥们儿，你拿个眼睛看我臂长了啊？你拿眼睛看我臂长了，我看你嘴长，我过会儿就过去给你嘴扎个结捆起来。等一下。哦，在这边。哎，不对啊，你钓鱼的地方呢？我得看一下你钓鱼的成果啊。在这里 come 来 TP 我吧，河马妹妹。哎呀，在那个无限生成的最后一期，有个小伙伴的评论特别的有意思，他们问我下一季那个还有河马吗？河马了，有点河马了。我寻思上一期也没河马呀，从哪蹦出来个河马呢？哇，好家伙，你居然钓到了抢夺三，可以的。低调，钓鱼大哥们，你得亏是不是？你上边去，没你事儿。生命，干嘛那么小气？真的是让拿一个。刚好咱们可以用到，有铁针吗？有，在旁边。我拿什么东西附上？直接瘟疫镰刀？不对啊，等它进化之后，它那个附魔会不会清除掉？没关系，你先用着呗，我后面再钓。这是不是有个傻子在这钓鱼？我在呢。哥们儿，天黑了。天黑。去吧。那我先附上吧。先附上吧，没事儿。好 ，OK， 走，兄弟们，哥几个，咱们狩猎去。吓我一跳，这村民怎么还有一个呢？哎，你怎么还在这啊？我出来了。OK 了，老弟，行了，我又回来了。我觉得外面不太适合。雨啊！我的鱼竿爆了。Hello， 这下着雨呢，咱们出去合适吗？你们出去吧，我就不出去了。走。家里面只适合女人待着，我们男人出去战斗。是的，没错。果断，咱们在家里筛矿板，来，我给你杀力。好大一只蜘蛛，干掉了。蜘蛛。小房妹妹，我来了。我的狗当姐姐，原始毒心兽在哪？我看看。哎，我上不去。在右边。
哥哥们，天上有会飞的。哪呢？哪呢？哪？快来啊！有枪的，我没枪，我枪没子弹。哪呢？我没枪啊！天上，天上，来 TP 我。哪天上？他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过来了，狗蛋！打他呀！打死他没有一枪准的。打他不就行了？nice 啊！来，让我看看掉了什么。来，没掉。哦对，咱们还得解释一下那个，挖不掉，挖不掉。也不用解释吧，反正咱们现在的那个什么沙粒的产量、原石的产量已经完全跟得上了，所以咱们后续用的子弹啊，那个那些东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嗯，对。然后这边是的，没错。这边前面两期就已经介绍了，就是那个咱们的董子哥，做的那个什么自动的筛网机，虽然说速度比那个原石筛网机过而犹不及。这里还有那个很快的好吧，一个很快的好吧，好快快快，我知道你很快，他一次性筛25个嘞，我你爱筛几个筛几个，你快来看快来看，我跟海马妹妹都承认你很快，对对对啊，对对对，怎么了？好了，快看那边有一个，哎呦我去，什么东西啊？快来快来快来，我们走上城墙，慢慢细谈。哪边？来这里，我在这儿。就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好大，他哦，你看他张牙舞爪的，哎，干他，他掉到护城河里了，哎，干他，哎，普通的，哎，不能压缩，不能压缩，普通的，加油，沙粒，加油，哪有普通的沙粒？没子弹了，三个弹先，那边还一个大的，哪呢？哇，他还回血，这打个篮子啊？啊？什么？你要打董事长？不是，我又不是篮子啊，你在说什么啊？啊，我觉得咱们出门之前有必要把那个什么电大的东西给它做出来。哎，我人家墙没了啊？哪个墙？哪？就这，我还在这儿。哪边墙？那就这里。哇，我持刀劈他，他都不掉血的，他还跳来跳去的。哇，你在给我跳舞吗？哦哟，墙少了一块。三阶段。之前那个什么畸变里面的那个寄生兽，他们都有破坏方块的能力了。好家伙，快漂亮，快！那我这个家已经没了啊。董事长，赶紧把你身上铁交出来。啊，我上没铁啊，我还在挖呀，等我筛出来。老弟，你真穷，来老大我来，拿着吧。拿呢？你就捡到了应该，你丢错人了吧？啊？我丢给谁了？我刚有人来。在我身上，给我整 emo 了都。这个电栅栏呢，是需要那个铁锭加上白木栅栏以及红石火把。咱们红石足够的吧？哎，够了。OK， 我先把它做出来。来，哥几个，过来领东西了，每人一组。领盒饭了，快过来，把咱们的那个护城河围上一圈。人呢？来了。在路上，在当老鼠，在钻洞，在爬楼梯。你在踢屁股呀，傻呀！我喜欢没有傻呀。按照我们那边的话说，就是撑不撑，乖不乖的。懂不懂？救命啊！救救我！我不想死。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发，这什么？这门口刷了个什么？救命！好粗一根啊！那什么，他好像掉河里了，快，哎呦，谁打我？我不能接受这么丑的我自己，算了，我不看了。董事长，赶紧动起来。我在。你个秃，他又钻出来了。电死他。哦，这个东西。电摇他。我来。适应毒金兽，打不完了。金针打他不掉血的，他回血很快。一下就没了。打了边吃，哎，怎么没了？
我忍不了，咱们的护城城门被他破坏了，走开，让我吃。鞭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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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鞭尸了。啊，我不玩了，我柜子动了。哎哎，他在这儿方块，他会把我给拉过去。快快快快，继续打他，继续打他，他只要受到伤害就不会回血。哇，好痛啊！我的妈耶！哇哈哈哈哈！呜呼呼呼！哈哈哈哈哈！赶紧跑！马子哥，赶紧去你的地方！啊，地方！哎呀呀，我跳了，我去楼上了。我家没了。我的妈！大洞 ，PK 我吧，各位。还防妹妹我来了，我觉得这个电栅栏咱们是不是当老鼠挺好的感觉？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上来呀！上来呀！马子哥，马子哥，马子哥，我有个建议，哎、我有个建议，咱们怎么了？咱们俩私奔吧，私奔吧，家里面交给他们俩。好好好，拜拜！我们两个润了，我们两个润了。好吧，还在努力的铺电栅栏。好好好，就这么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别铺了，姐姐，那个电栅栏铺了以后，待会儿他拿着你的电栅栏打你。哎，真的吗？哎呀，打到完全不掉血，打他不掉血，他回血的。在哪里、啊？那怎么办？在哪里、啊？那怎么办？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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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妹妹，走。我现在在家门口，我在看这个怪有没有想个什么。办法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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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跑完了，我被他堵出人脸了，我不要。快踢我，踢我，什么东西摸我？啊！好难呀！你还活着吗？我死了，我歇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那边有个村庄。你们都跑了。我现在在楼上，我感觉这会儿安全了。这会儿，快跑，快跑，快！咱们分头，分头那个，分头找那个，不是地面上凸起的那个什么鬼东西？他会刷那个长臂猿吗？寄生虫巢。啊、嗯！赶紧的，赶紧的，得赶紧把那套装备做出来，要不然的话，那个我估摸着应该再过个几天就到四阶段了。啊、哎！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你在叫什么？你在狗叫什么？有木影人儿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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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你的叫声把他吓走！加油加油！啊！别过来！哇！你快闭嘴！哇！我受不了了。对。太残忍了。这里没有。没有吗？随缘 TP。没抓。没事没事，再往前走一走，前面还有一个。哎！救他！干他！兄弟们！哎呀！他也很强的，小心点。我和他拉扯，我和他拉扯。老大，你拿枪试试他呀！啊，不能用枪，不能用枪。我付了那个，付了抢夺。你先那个，先看着。好，我死了。哎呀，我也死了。他狗了，但是没掉。他掉东西了吗？哇，没有。哎呦，太亏了也。再找找吧，前面还有一个。我不能双持，不能双持。没事，你别双持了。刚刚应该是那个什么瘟疫刀，嘎了他，所以没。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来，干他！我丢！我觉得我需要申请一个黑曜石盾牌。嗯，陨了。我快要把他杀了，我快要把他杀了，你快补刀补刀。哎，掉了 ，nice。掉了吗？那个盔甲碎片。哎。他掉的好像是切除的金剑。嗯，你眼神真好呢。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嗯，家里不安全了，还是让我这边走，让我这边走。别回血，前面是不是我们家？啊，嗯、直接扭头就走，赶紧跑，扭头就走。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他打人好痛哟。转头就走，头也不回，我是头也不回。所以说那个怪物用什么打他还会掉血呢？用刀。等我们足够强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收复我们失去的领土。不，我觉得董事长可以用头撞他。那加油，董事长！既然老大都这么说了，我相信你对自己也有信心。我有信心，我还会跟着你屁颠屁颠的跑。真的是，你真是个懦夫。我不信，
来来来来来，咱们分头去找一下，遇到了那个长臂猿就叫一声，然后我过去补最后一刀。好的，虽然但是我还是想说完，董事长，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勇士看不起你这种懦夫。刚刚前面有，前面有，前面有，刚刚又是谁在狗叫？不知道，前面有。TP 我，快 TP 我，这边有一只残血了。我看到了，这家伙会突进，我的天！来，这边好多，这边好多。TP 喂！我就在你旁边，你不用叫。啊！家里有个爸爸！快快快，打他，他残血了。我来。漂亮，你把他打飞了，然后把我打死了。他好像掉了吗？是不是你捡的？我不知道，我也死掉。哎，我嘎了。哥几个，我先溜了。哎、等我，一起。哎，不对，你先进去，说不定地狱也有很多。嗯，那就不好了。怎么可能？地狱是一片净土，好吗？我看看这片净土怎么样。真净土啊！哇，好净啊，好净土，就有点黑。主世界咱们已经生存不了了，总有一天咱们得把家给夺回来，这个任务就交给咱们的董事长。嗯，没错。开玩笑，董事妹妹加油。你是在开玩笑吧？不要让他把地狱门给破坏了。哎，掉了火药 ，nice。我觉得咱们回到主世界，得有人偷偷回去，那个，懂我意思吧？咱们带着加特林之后，突给他们狂扫。明白了。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没明白？地狱这边是真安全。是的，感觉在主世界待久了，看地狱的怪都感觉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你这地狱的怪感觉打我都不掉血，长得好可爱呀、啊！你看这个恶魂妹妹。带个桶过来，不对呀、啊，地狱不能倒水啊。对啊，直接把它带走啊，打包带走啊。哦，直接打包岩浆，然后咱们回到主世界那边弄黑曜石，因为制作那个什么铜甲的套装的话是需要那个的。等白天吧，这啥玩意儿？这游魂什么鬼啊？干啥？走开！我打猪人，想搞点经验。诅咒。游魂珠、灵魂粉，这东西吃的吗？好家伙，还在什么东西能吃？我中诅咒了！你中了什么诅咒？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的诅咒？诅咒！哎呦，哦，死了！来，董子哥，吃一个，吃一个，好嘞，游魂珠，哇，好爽！我觉得我们可以采集一些岩浆块回去，用来铺底。啊！谁和你岩浆来看前面的是什么东西？吓我一跳！哎呀！我死亡掉落了，兄弟们！我也死亡掉落了！你别复活！别复活！别复活！地狱也有这些怪啊！吃的刚刚那个什么游魂珠，它会在周围生成怪的。嗯，老大，你这不是你的作风啊！一般有什么东西就吃，不是你的作风啊，挺怪的。一般不是我的作风。我来了，木鱼，快 TP 我，把你装备捡起来了，快！哎呀妈，快！我没复活，你复活 TP 我，去把我装备捡了，咱俩互换一下。对，那呢？你东西呢？快！来，捡到了，捡到了，快！把我 TP 走，哎呀！家里被堵成了点了，我。哇！哎妈！这游戏我玩。哎妈！玩不下去了。别慌，好吧，其实我还有最后的一套保险，目前还没有用过。哎呦，吓死我了！啊，我看到地狱堡垒了。只要不嘴欠吃那个东西，应该在地狱这边是没什么问题的。老大，你装备就是一点点吗？我背包里面东西，好像是吧？你武器呢？我武器我啊，你没捡到吗？没有啊，完犊子了！
好耶，好耶，好笑、哦。来，你高妹给。一方块，假地狱堡垒。那就那么多东西，不是你也扔出来干嘛呀？嗯。快还给我。嗯，还给你。我枪呢？嗯，不知道，没捡到。嗯。真假的、啊？这个人真的很下贱、这个。真的没捡到，你把随便扔给我个武器，我来防个身。嗯，好、给点吃的，给点吃的，吃的。你这给锤子，你这给，你这怎么防身啊？这，嗯，给了，嗯，这东西。怎么把这地堡垒？再给你把斧子，知足吧你。嗯，好，走了，拜拜。我这里还有一把，还有一把肉食者。能踢劈我一下吗？我忘了地狱不能倒水，落地水死了。你也是个人才。我这边有那个有那个地狱堡垒。行吧，兄弟们，咱们这个档那个得，咱们得在线下偷偷的发展发展了，要不然的话，真的不能再挂机了，要出去那个反正收集这些什么原材料制作装备，得赶紧加快进度了。还有就是那个，等下期咱们把加特林干出来吧。好的。好嘞。那行，咱们这期的话被迫那个就这样结束了吧，小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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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死。